手游界的常青树神魔之塔即将和初音未来展开合作活动，这一次的三大奖中都是能够累积行动值战斗的机械族成员，他们在当队长时都有着转珠评价的特殊技能，只要让转珠结束在扩的位置，就能够让全队攻回 1.39 倍，减伤 39%， 以及额外累积三个 EX Combo。若能连续转出扩，还能够堆叠 EX Combo 直到39个为止。这持续出现的数字39，充分反映了39对初音未来的代表性。此外，这次合作还推出了全新节奏龙科，让龙科模式变成了全新 in-game 的玩法。玩家将能够随着音乐节奏打击，透过准确的按下音符来获得大量分数。各位玩家们，准备好来打个 full combo 了吗？